最近有些同学留言说，想听听从科学角度解读一下婚姻。最初我觉得这种很难说清边界的东西，可真难说得上有什么科学的成分。但只要我们对演化的思路熟悉，顺着一个对象的发展历史梳理一遍，往往就会对当前的现象有更深的理解。所以今天的科技参考呢，我们就用演化的观点梳理一下现代婚姻。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现代婚姻，就是生物属性上的一男和一女形成的稳定夫妻关系来养育子女的婚配模式。这个定义就排除了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或者是女性家长共同抚养的模式。尽管有些地区事实上存在其他形式，但在法律层面上并不认可这种婚姻，而现代婚姻只是人类婚配模式发展到中途的一个节点。如果从源头说起呢，婚姻最初来自于人类 DNA 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智力的发育时间需要太长了，而人类幼儿需要至少长到六岁才能在没有人全天照看的情况下跟着大部队行动，至少要到12-13岁才能为部落贡献食物跟资源。那不论是按6年算还是按12年算，地球上没有哪个动物的育儿负担比人类还要沉重了。之所以要这么久，就是在等待大脑发育到足够成熟。而智力呢，是人类在跑不快、跳不高、不会飞、力量不大、皮不够厚的弱势下唯一赖以生存的优势。在育儿负担重的所有生物中都存在一种共性，就是由多位成年个体共同抚养幼儿，这样才能把单个的个体吃饭的时间、休息的时间腾出来。多个成年个体呢，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同一个群落里的其他个体，比如说姐姐、姑姑、奶奶们。这种模式在鸟类中非常常见。我们知道孵蛋的时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育儿负担重的表现。依照不同的成年个体共同抚养的排列组合，我们就有了不同的婚配模式的雏形。比如说人类社会出现过母系社会，由部落中的女性共同抚养后代，或者呢是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当然还有今天现代婚姻里的一夫一妻。在农业定居模式出现了之后，有篱笆的户出现了之后，母系氏族的方式是最先瓦解的。今天我们听到古代其他的婚姻模式的生活啊，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比如说顾恒老师就曾经介绍过，古罗马的塞涅卡就说过，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像爱情妇一样去爱自己的妻子更丢脸的了。你看这是不是够奇怪的？而且这并不是当时某一个另类的哲学观点，而是古罗马王政时期通行的做法。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但范围呢只适用于罗马公民，并不适用于没有公民身份的其他臣民，尤其是东方各藩属国。但哪怕是罗马公民，尤其是上层，也把一夫一妻用于权力的合纵连横，而并不是从心中跟生活上遵从一夫一妻制。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组织已经崩溃，此类名存实亡的婚姻制度呢，对人就更没有约束力了。而在帝国秩序崩溃的地区，又有了新的秩序填补了进来，那就是基督教组织起来的生活方式。在所有说不清又没人管，可又必须有人负责的地方，基督教团出人出钱负责。大约在公元1000年之后，基督教教义中那套婚姻制度就占据了当时欧洲的主要婚姻的生态位。但其实基督教一夫一妻的教义啊，早在圣奥古斯都的年代就固定了，在公元1000年成为主流之前，早就在信徒中实施了700多年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相对于其他婚姻制度来说，也许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而是呢，在罗马帝国旧有秩序整体瓦解的大背景下，由一整套基督教社会秩序全面接管了传统秩序的过程中，顺带着把婚姻制度也取代的结果。这个逻辑呢，有点像啊，我突然发现，我们家的水杯怎么都是燕京啤酒牌的呀？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牌子的水杯质量有多好，而只是因为我每一次订啤酒，一订就是一整箱，订一整箱呢，就有一个优惠，送一个燕京啤酒的杯子。结果渐渐的，我们家的杯子就都成了燕京牌的。基督教婚姻模式从成为主流到现在，大约延续了1000年左右。从成为小团体内部的法定婚姻模式到今天呢，也已经有1700多年了。这个婚姻制度就是今天现代婚姻的基础。我说几个重点啊，像穿婚纱、
走长长的白地毯，掀起白色的面纱，夫妇之间互相戴上戒指，这些场景你是不是都很熟悉呢？实际上这跟公元三世纪 Valentino 在狱中给人举办秘密的婚姻是同宗的，这也是2月14日情人节的来历。婚纱是启示录中细麻布光洁的衣服里提到的，白色过道是马太福音里白色的奔跑者象征神圣的地面，两个生命被神联合为一体，在这里提到的。掀起妻子的面纱是哥林多前书里通过婚姻这对夫妻现在可以完全接触彼此，在这里提到的。而婚戒呢，是创世纪上帝选择了一道彩虹形成一个圈，作为他与诺亚立约的标志，在这里提到的。还有在婚礼上，新人们互相承诺，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富有或者贫穷，健康或者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到天长地久，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实。新娘也会说，我嫁给你，你做我的丈夫，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到地老天长。哎，你看这段话，这仅仅是他们互相的承诺吗？或者是对双方家长和到场嘉宾的承诺吗？其实啊，原型是他们各自向上帝做的承诺。于是婚姻的神圣和庄严最初源于这件事儿是跟上帝有关系的。在基督教盛行的年代，找小三包二奶的行为那远不只是什么私德的问题，而是男人违背了他和上帝的承诺。在当时这么做的人就等着最后一天被上帝裁决去地狱吧。而这样庄严的婚姻才是一夫一妻制的原貌，这个模式大约是在200年前开始松动和瓦解的。一方面源于王权跟教权的战争，另一方面来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宗教不再干预世俗生活。最接近现代一夫一妻婚姻的是新教中提倡的那种婚姻，首先是两性平等。平等的观念虽然不是新教提出的，但新教把它改为了现世的平等，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平等了。从前呢，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啊、东正教虽然也在讲平等，但那个平等是在上帝面前等待审判的时候人人平等，是来世的平等。而新教直接把男女的平等改成了现世的平等。如果上面内容顺过来了，我们就知道现代婚姻就是随着宗教退出世俗生活而开始出现的松动。也就是啊，当你生了病不再去教堂而去医院，当你的孩子七岁了不再去教堂而去公立的小学，当你周末首选在家打游戏而不去参加教堂活动，当你退休了从社保局领养老金而不去教堂领救济的时候，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也就在随之瓦解。表面上看好像是那种对上帝的敬畏不在了，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从前负责你医疗、教育、社交、养老的机构不再约束你严格的执行那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了。比如说美国出生的人口中近年来 30% 左右是非婚生的，而仅仅在5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 7%。 另外婚生的孩子在整个未成年期家庭一直维系不重组的概率是低于 20% 的，这些都是一夫一妻制瓦解的例证。那么今后的婚姻是什么样呢？其实你只要顺着演化的思路就能继续推而广之，下一个主流社会秩序中携带的那种家庭模式就是下一种婚姻模式。至于下一个主流的社会秩序是什么样的呢？评价标准主要看传代的能力，能延续四五代人的那种秩序就很有可能。那什么秩序能传四五代人呢？主要看他的共同体内部能不能养老跟照顾小孩，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啊，过去孝道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每一个能传代下来的组织内部都有足够强的孝道，对老人跟小孩不好的话，内部人口就会持续的减少，最终绝种。无论那种秩序在之前怎么强调自己的思想多么灿烂，先知多么伟大，那也没用。1000多年前的社会组织形式跟宗教有关，也跟强烈束缚妇女的意志有关，这两点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而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医药技术可能会在秩序的传代中发挥作用，由技术来分担沉重的育儿负担，分担养老压力。而如何更少的依赖对人的约束来实现现代秩序的传代呢？这个进程今天还是起点，可能要推进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看出端倪。